可是很少人会拿硬币来这边存。如果你就拿一个铺满啊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存进去，多方便啊！然后你还可以，通常有零钱就拿到 seven 去跟他换就好了啊。这不是，你看五卡也可以存钱啊！你看五卡那要存去哪里？你说我没有账号，我没有银行没开户，可不可以存？那他可以，他可能可以换成纸钞给你啊之类的。我怎么知道？无卡，无卡怎么存？无卡可以存钱啊，可以存啊，只是不是你的这样。